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狮子生日啦，所以今天大家看场景应该就知道了。我今天又要来做暗黑了啊，没有，今天要来做精致蛋糕送给狮子。今天做的蛋糕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跟狮子相处了两年多，每次他都喜欢吃莓果类的，企鹅是很专情的喜欢巧克力，但是到最后狮子总是说巧克力的最好吃，所以我今天就挑了有莓果也有巧克力的蛋糕。现在我正在等好久不见的夏子晴全美出来啦，现在他又迟到了，真是惯性迟到，迟到系美少女夏子晴。我才发现学妹夏子晴也到了，他现在给我迷路，夏子晴，哎，走掉了。真的好残，好傻眼嘞！你给我迷路哎，好傻眼嘞！你给我迷路哎！啊，我迷路，我不是这么……脑残哦，你这你比我还夸张哎！按订阅不用钱呐、啊。那我们现在阿冷，他不是要帮我们？不要，我们自己开始的。啊，要自己开始哦。你疯了吗？我要看教学。先拿出瓷盘一个，等一下啊。哎，我是我还没洗手哎。洗过了啦。好，洗过了。算了。瓷盘一个，保鲜盒一个，洗了白洗哦。应该是什么？现在要无盐奶油25克在冰箱拿，跟 Oreo 碎屑80克，是什么？ Oreo 碎屑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看起来有点像啊。如果是种子怎么办？种子。25克。6克不够了，还差5克，等我一下。我扣了隔壁的不够。为什么？不一样吗？一样。啊，29克，24克，差1克。啊。然后25克，有没有厉害？取出瓷碗，倒入 Oreo 屑，它是这样倒进去吧？这里面拉一拉吧？是吗？哎，它没有写清楚啊，那就倒进去喽，拉一拉喽。我倒了，感觉不合理耶。可以啦。一个半小时，我要挑战一个什么？避人家冰箱时间呢？那我现在先拿去冰箱冷藏。现在要做蓝莓果冻，那是一箱有20克，蓝莓鲜柠檬是5克、哦啊，我们是吉利的温开水，我去拿温开水。为什么？哦，这是吉利冰啊，谢谢。原来是吉利冰啊。为什么？吉利冰啊。能量。我以为是奶油。我以为是柳橙之类的，不知道干嘛。我不知道。啊？又太长。还有多少？又干嘛？你忘记是不是？是忘记了。22.2，所以你要52.2。不够，这么多，为什么只有2杯啊？你认真问一下哦。啊，过头，真的吗？务必融化，怎么融化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融化？这什么都，这不是吉利丁吧？请问这是吉利丁吗？我让它融化。知道。吃的哎、欸，好臭哦！是这样用吗？看起来很奇怪啊。这是塑胶吗？是我，他自己说要泡冷水，要凝干的。他怎么泡？像鸭子，烤腰啊，剪成小片的、啊。不管了、啊，我觉得小片就小。它软掉了，啊？完全覆盖了。挤干。可以吃，来搅一搅，但是不见了，这边有不好，放入冷冻计时15分钟。
带着，十分钟，现在场十分钟。傻眼了。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巧克力慕斯跟蓝莓果冻，很棒吧？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隔离起来。上面食人牧师说，取出慕斯，用汤匙在中心处稍稍做一个凹槽，放入蓝莓果冻，但是它在中间有个不一样口感。那倒进去了。对。不怕。倒入蓝莓慕斯 ，Go。加了。这死不合，合在一起。用牙签刺破大气泡。现在我们的蛋糕已经有一个很基本的形状了，然后要拿去冷冻20分钟，走吧。现在要先来帮它上面的百事啊、水果等等都先清洗一次。现在我们的蛋糕就大功告成啦，增加增加，我也想要讲什么，有没有下次外面买的，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漂亮吧，满满的心。太酸吗？蛮特别的，还好，还有一点甜。好吃吗？很好吃的。真的假的？你巧克力太甜。我做的。你做的啊？真的。哦，我刚看到照片，你跟那个夏子晴，难怪你跟我讲，蛮厉害的，你厉害耶。